慈济教育体系的学生到美国加州参加英文游学营，志工还带他们到大卖场自行购买晚餐的食材，体验美国生活。我怕英文走。学英文从体验美国的生活开始。来自台湾慈济游学营的学生分成四组，要自行购买晚餐食材。有限定的时间，还有固定的预算，学生们斤斤计较。这个不要那么大。这个也拿回去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切酱。这个不行。这不要。我们要这个。那这两个五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饼。这里很大。然后我第一次使用自动收银机，超酷的。耶、yeah ！拿着计算机算了又算，一切都符合规定，大家才终于松了口气。自助式的结账方式代表美国民众的自律与信任，大卖场的采购经验感受在地文化。台湾新闻，这是美志工张朝红美国报道。